即係已經係你望啲數據就攬炒嘅，咁然之後咧傾咧又未傾得掂，咁就即係會變成呢、這、一個、那個 sentiment 轉咗啊！依家係，你會留意係啊，你會留意係其實尋日有少少隱約回頭嘅，咁但係當然就第一日就啲人通常都會買翻啲上去嘅。誒、哎，你上邊好大風啊！係咩？好大風啊！好大風啊！依家咧，你可唔可以企定一個位啊？我企定咗㗎啦，已經。嗱，而家又有大風啊！唔好吹走一陣。OK，咁所以依家就要回翻落嚟咯，系啊，咁即系所以就倉位度一定要減噶啦，今日就我自己睇下，我自己都減咗唔少嘅，今朝做到，系啦，咁就系咯，但系就我自己估今個月咧個月尾唔會太差嘅，即係個月尾嚇結算嗰啲位唔會太差嘅，可能都係二萬八啊，27,800啊呢啲位嘅，唔會太差嘅，咁但係。即下個月要小心啲咯，因為其實我尋晚咧，我自己仲望住咧，即恆指嗰個月線圖咧，其實今個月咧好有可能係做十字星嘅，即係話月尾個位咧，其實同月頭個位係一樣嘅。係啦，咁即係大下 round 就係27,800至28,000呢啲位啊。十字星即係代變格局嘅噃。係啦，但係因為咩咧？因為上個月咧就大陽燭啊嘛。是大洋燭咁，今個月十二星，咁下個月係咩咧？係啦，咁大家要估下啦。咁下個月我自己就睇得偏淡嘅。